马上回去。嗯，别动，别动，小雨先生。你，你不是死了吗？阎王爷不收老子。老大，怎么办？先把他们家的谷仓。是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。快点儿！饶命！官爷，不要！除打死的之外，估计还剩多少人？打死两个，还剩五个。可惜曾彪和尤仁庆逃跑了。出发！你们先撤吧。不要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哎，等等！中国军人从来不杀俘虏。走吧。对对对，我是土匪，不是军人。但这不是打家劫舍、绑架勒索，这是军事行动，你必须服从命令。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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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！文英，伤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哎，只顾忙奔接头地点了，根本没想到曾彪那小子一直悄悄跟在我后面，都是我不好，把鬼子引到这儿来，连累大家了。不，还是怪我，我不该把霍小姐一个人留在草堆那边。那小子从背后袭击。是啊，我太大意了，他从背后袭击我，一棒打在我头上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落到鬼子手里了。哎呀，有些人呢就更卑鄙了，硬说人家郭小姐是叛变投敌，这种人呢，真他妈该掌嘴。哎，后来我一琢磨呀，不可能，所以我把鸡腿全吃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跟陈大叔一路上喝山泉吃野果，你们倒有鸡腿吃，说说看这怎么回事啊？说。这小子说老陈在饭里给他下毒了。哎，给你下毒？是这么跟我说的呀？好了，别闹了。老陈，你说说前面的情况。这条路啊，直通目标，还要通过三道关卡，鬼子肯定重兵把守。长官，请出示证件。对不起，长官，我们奉命必须对您的车辆进行检查。都是我的部下。对不起，必须检查。请吧。你，把头转过来，看着我，说你呢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长官，你的这个兵怎么年龄这么小啊？你今年多大？20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秀田一郎。很好，小天君，他只比你小1岁。我怎么看他像个女的呢？八哥，你他妈想女的想疯了？长官，对不起。打东亚圣战急需兵员，国内高中生踊跃参战，他年龄小点，关你什么事？长官，请原谅，请你上路吧。你的长官叫什么名字？在什么地方？让他直接向我解释。长官，请你原谅，请你上路吧。长官，
我警告你，萧天君，小心点。嗨。报警！开车。他们乘汽车跑了，追！嘿，呆子，呆子，啊，好样的！英姐，您就别夸我了。刚才我说了您的坏话，您不会生气吧？如某正式向您道歉，惭愧，惭愧。我正式接受你的歉意。停车，停车。过了这个弯就是二号关卡，越接近目标，鬼子查的越严。咱们能过得去吗？绝对过得去的。做好准备，能混就混，混不过去就硬闯。少杰，你开车。是。关爷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好。急行事。一共多少人啊？五个人。哎，嗯，最近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那边被几个重庆分子搞得天翻地覆。长官，加强防范是我们职责所在啊。哎，咱们杨朋友有问题吗？报告，一切没有问题。嗯，看样子没问题。好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嗯，啊，开路。啊，哎，嗨，嗨，放心。哎，怎么了？车打不着了。八个，抛下我们跑了跑老弟，良心大大的坏了的。报告太君，八路太厉害了。不是八路，是敢死队。太君，西路，我们是搬救兵去了。嗯。快，二号岗亭！等等，对不起，长官，请你们的人全部下车。我的金表丢了，我要重新检查。八个，我们还有紧急任务要执行，耽误了时间，谁负责？喂，请你们的人全部下车。六个人在这里。还没有走，队长，他们是奸细。
出来吧。拿出来。关羽，耀子，你是在害大家，你知道吗？真想一拳打死你！大哥饶命，大哥饶命啊！算了，关爷，现在不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。老大，前面就剩下最后一道关卡了，怎么办？小爷肯定已经通知他们了，我们不能硬拼。陈管家，这条路有鬼子的关卡，走这条小路就可以绕过鬼子的关卡。把车子停林中。好，我们在前面等你。好，走走。哎，慢点啊！花上校，穿过这段树林就是公路。穿过公路不远，就是鬼子 B 计划的工厂。哎，我说，太累了，咱能不能歇会儿啊？大家原地休息吧。哎，好。你在呼叫谁？魏府、程清。那你告诉我，在呼叫谁？该告诉你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可以行动了。刚才我去看了，鬼子严密加强防守，很难进去。没关系，我们坐车直接从隧道门口大摇大摆地进去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我都安排好了。乔鬼子。完全封锁了渡口，接应的人在哪儿？老大，开车。怎么，硬冲过去？不，放心大胆的过去，开吧。陈管家，你不是敢死队员，你来干嘛？哎，打鬼子又不是你们家私事，我不会碍你们事儿的。快走！哎，you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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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那边和你会合。 老大，快看，这里已经是最后一个炸点，鬼子越来越多，准备撤退。 把那些土八路统统抓住！
去吧，去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虫子！老大，再试一次。 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敢死队成功了！是真的吗？是的，何先生，他们真的成功了。好，他们回来以后，我要摆酒设宴为他们庆功。哎，少侠，你不说他们是叛徒、内奸，你愧不愧呀？是是是，确实惭愧。这不。 专门来求何先生来帮忙的吧？我能帮你什么忙哦？何先生，在这儿发生了一些事儿，我跟华刚发生了矛盾，就请你在重庆方面就不要。<笑>可以可以，不过是有条件的。有什么条件？何先生尽管吩咐。<笑>最主要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们回来以后。 可再也不能找他们的岔子了。哎，是，听何先生吩咐。你看，我一接到他们消息，不是正准备迎接他们吗？这就对了嘛。哎，那我就去接他们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好。老大。 老大，我刚刚跟华中联络站联系上了，他们在芦花镇接应我们，马上就出发。你要是真认我这个老大的话，你就不该瞒着我，悄悄跟中共方面联系。啊，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们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任务。他们只是来抢胜利果实，最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做的，他们只不过接应一下而已。你错了，老大。 为了这次行动的顺利完成，已经有一个共产党员牺牲在里边了。陈管家是共产党？对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你凭良心想一想，他临死之前都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难道我们是来跟你抢胜利果实的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是共产党。老大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你不该骗我。
你坐下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坐下呀。队长，敢死队的这次成功是得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密切配合。啊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会马到成功。哎，队长，咱们是不是借这件事情做做文章？啊？啊，不不不不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，再说人家立了大功，咱不是自找没趣吗？哎哎哎！哎呦，你瞧，这倒挺清静啊。那是啊，人家主要在这谈工作呀。走，离远点。哎，别别别介，不打搅，不打搅，不打搅的。继续吧。老大，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参加这次敢死队，除了想炸毁敌人 B 计划工程之外，还另外有目的吗？我现在承认，确实如此。什么目的？汪精卫秘密访问东京，回到上海之后，我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，开始监听他跟日本军方的通信联系。我发现他们正在狼狈为奸，秘密拟定一项议和条约。什么内容？啊，如果我知道内容了，可能就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敢死队了。这方面我不太熟悉。这事严重吗？初步判断，汪精卫想出卖大片的国土给日本人，以换取日本人承认他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央政府，然后正式登基，在日本人的暖意之下做儿皇帝。而国民政府对日汪勾结根本就是一无所知，像何应钦这样的主和派，甚至对日本人的和谈引诱抱以幻想。你就是拿到了日汪密约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因为日本政界，他们非常的害怕英国、美国来出手干涉，他们根本不敢透露这项条约的具体内容。如果咱们搞到了这个条约的内容，揭穿了这个惊天的秘密，向全世界公布的话，那就等于在敌人的心脏引爆一颗重磅炸弹，甚至有可能扭转目前的这种僵持不下的战争格局。我明白了，这不亚于粉碎敌人细菌战的阴谋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早就向局里汇报过了，可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上峰根本就不相信。我是说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现在说晚吗？不晚，我会协助你的。谢谢你，我期待的就是这句话。该我谢谢你才对啊。为什么？又有来劲儿的活干了。哈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，全都炸光了。对，中心开花，全面坍塌。鬼子要重建 B 计划，恐怕要三年时间，到时候他们已经没机会了。好好好，我已经设下了家宴，为你们庆功啊！请。啊，请请请，啊，请请啊！英姐，关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骗我的，你们真的回来了。你们又怎么了？哎，我陈大叔呢？对不起，娟子。陈大叔他牺牲了。Thank you.
温先生有什么事吗？何先生，你失言了，你把我告到局里了。告诉你吧，如果不是我为你求情的话，你恐怕有苦头吃了。那何先生，现在局里是什么意思？要给我处分吗？前任站长被捕以后。 鬼子已经枪毙了他。上峰新委派的华中工作站站长马上就到，你自己问他吧。哦，立正。好，诸位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峰纲委派下来的华中工作站新站长冷先生。诸位。 鄙人受上峰委托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各位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啊！鼓掌。好。哟，蚊子没打着。老大，我们没事了吧？不，诸位此次立了大功，壮举轰动了整个山城。 连我们的盟友美国人都感到十分佩服啊！我给大家带来了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嘉奖令。哎，行了，一张纸管什么用啊？这样，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，你就直接说吧，给我们多少钱？哎，每人奖励10000元，发币。哎，行。什么时候放我们走？从现在开始。 想个办法把他们留下来。行。大哥。娟子，怎么了？关大哥。你们真的要走吗？对啊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走。 是留不住你的，祝你一路好运。我姓关，但不带长字，所以不要叫我长官。关大侠。 早就听说你是一个英雄好汉了。哎，大哥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哎呀，关爷，我要是有你那么好的艳福，打死我也不走了。哎。 咱先别说这个，就说我们连仇都没报，就这么溜了，会不会让人瞧不起啊？没错，曾彪还没死，魏府把我们往死了整，照样当官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是不是太窝囊了？哎，我说。
你们两个的意思好像都不想走啊，那干嘛收拾东西比我还积极啊？哎，您是大哥，您提出来要走，我们怎么能留下呢？哎，对，哎，我是看着你们两个急着想走，我才收拾东西的。哎，那不然我跟谁去玩啊？咱们把话挑明了，就算真要走，咱们也得想个办法，把魏福那小子干掉，怎么样？嗯嗯，对，我是要子。嗯。你赶紧去跟老大说，咱们呀，不走了。这怕是有点不合适吧？哎，对呀，我们都当众说了，不愿意留下来，现在又去求别人，哎，这不是给人家当笑柄吗？要不等他们来求我们？哎，他们能来吗？哎，来了，哎，收拾东西，收拾东西。哎，我说那呆子啊，魏少校，这件事儿你做的确实太过分了。要不是何老爷子替你说话，局里有人保着你，这一次你可是真栽了。大敌当前，还要自相残杀。哎，这要让共产党知道了，他们又该指责我们没有联合抗战的诚意了。魏少校，你要充分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 我看郭英、华刚他们两个必有一人是共产党。你有证据吗？共产党游击队帮他们建功立业，这不是证据吗？真是这样？何先生，一点不错。八路军、华中武工队确实插手了这件事，但跟他们联络的共党分子既不是华刚，也不是郭英。那难道是我？当然不是。 是何先生的前任管家，陈进才。我来这儿之前，局里已经查清了，就是他。不过人已经死了，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追问了。何先生，从今天起，华中情报站就设在这儿，我就是你的新管家。 这块表啊，在。老，欢迎诸位留下。上峰下达了新命令，命令敢死队马上行动。站长，什么任务？国军有两位军官，3年前被俘。 一直被关押在集中营做苦工，最近得到情报，敌人要把他们送到东北战俘集中营，交给731部队。731？那不是鬼子的细菌战部队吗？对，鬼子历来都是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的战俘，尤其是身经百战的军官。这两位军官都是屡建功勋的功臣，为了报复敢死队炸毁B计划的工程。 他们很可能被送到东北做细菌战的牺牲品。上峰指示，必须把他们营救出来。他们俩叫什么名字？嘿，赵建华、梁国栋，你的老部下。原来是他们两个。嘿，他们也是你的战友啊。对呀，所以我必须要参加这次战斗啊。这我做不了主。华刚，你们在一条战壕里打过仗，彼此都很熟悉。 就让他去吧，姓魏的要去，我们就不去了。官爷，服从命令。嗯，嘿嘿嘿嘿嘿嘿。